十蚊级打好，又我做户外充啦。星期日晏昼冇咩嘢做啊，休息嚟到呢度。 又 update 集到刷 ，update 过好多次。诶，sorry，老实讲，如果为片嘅流量咧，就真系要入去行下影下俾大家睇。但系今日咧，纯粹系星期日冇乜晒，想行翻啲自己想行嘢，又俾大家睇睇，所以咧就唔系嚟呢度嚟去对面嘅呢个 Vintage 商场啊。呢个商场之前咧曾经略略介绍过讲过，但系就唔系太详细，同埋都一段日子啦。咁毕竟咧都即系。 好耐冇 update 過啦，咁而且自己又心狠啊，想即係 update 下睇下部啲 vintage 嘅嘢可以揀下睇下摸下聞下，咁所以今日就專登嚟呢度，係啊，集到就 VK Market 咧，今日我就過門而不入啦，反而咧就過對面去嗰度嘅。咁耐冇嚟到，果然唔同晒喎。之前咧前邊呢個位全部都係地攤埋啲 vintage 嘅，而家變咗快餐車與飲嘢食嘢，咁嗰啲檔口去曬邊咧？原來咧。 走咗去裏面喎，入邊喎，咁咪好咯，有冷氣咯，喂正啊，咁要入去睇下先得啦。 呢個場嘅名就叫 Vintage， 但係唔係 start from V， 係 W， 究竟點解咧？真係唔清楚。入去之前咧，原來門口咧都仲有部分嘅檔口喺度嘅，就唔係全部啦。 都係嗰句，呢啲嘅貨品有幾多香港朋友會有興趣呢？唔緊要，冇興趣睇咗當買咗啦嚇，我就都有啲興趣。咦？呢度仲有啲古舊嘅杯，古舊嘅麥當勞吹氣公仔，六寶。 嘅左益力多，仲有啲 Star Wars 嘅公仔。 之前我曾經喺度執過啲好嘢嘅，今次會唔會又有機會執到啲好嘢呢？呢啲地方咧要好俾心機，慢慢睇，慢慢揾，你先會揾到好嘢。 究竟加下市而家影到嘅同我數年前影到嘅會唔會一模一樣，都係嗰啲貨呢？我都唔清楚。總言之，就當舊嘅 vintage 草嘢啦。好有呢個 vintage village 嘅感覺，係一個懷舊村嘅感覺。前面仲有啲。 古舊嘅音樂添，鐵皮公仔，跟住亦都見到一啲 vintage 嘅 T-shirt， 也有手錶喎，亦都有鞋，即係所謂古著啦。呢度都幾多本地人嚟睇嘅，因為幾有味道啊嘛。 前面有歌手同骷髅头喺度一齐合奏，再睇埋呢边，我呢一档卖啲怀旧嘅电影海报，包括有蒙面超人，同埋一啲港产片嘅泰文版海报。之前我都喺度执过啲好嘢嘅。 可以話其實大量嘅好嘢都已經俾我執走曬。嗰張蒙面超人泰文版嘅海報我已經有啦屋企，所以就唔需要買啦。經常講其實最多懷舊嘢就係我屋企，即係等於你明明屋企有個好靚嘅老婆，但你又唔理佢喎，然之後出去尋花問柳睇第二啲女人，唉，人就係咁衰啊！
我屋企如果要講懷舊嘅書啊、懷舊嘅玩具啊，即係睇十日都睇唔曬，所以慢慢逐頁逐頁揭，跟住逐頁逐頁聞啊。但你又唔好去欣賞佢，就竟然日日出去沾花惹草睇其他嘅嘢，所以話幾衰咧，真係。屋企有冷氣，有凍檸茶，坐喺度慢慢欣賞都得啦。但係就偏偏要出嚟，成身汗，成身汗地去拍嘢，睇新嘅舊嘢。好呢一 part 就咁同啦，入去裏面睇下先得。入到嚟有冷氣之餘咧，賣嘅產品更加多，好似呢一檔賣啲 vintage 嘅眼鏡，有新也有舊，但係款式咧就係 vintage 嘅。跟住仲有呢啲嘅杯杯碟碟啦、佛像啊等等。呢度就好行好多，因為真係有冷氣。以前呢度唔係咁嘅款嘅，以前呢度成個貨倉咁嘅，而家執過嚟就靚仔好多啦。咦？呢邊呢啲哇，據稱有部分產品老過我添嘅。現時好多香港朋友都興去日本買一啲古舊嘅手錶，其實泰國都有唔少古舊手錶店，擺低喺呢啲地方應該係名牌，係正貨嚟嘅。但會唔會平過香港呢？我真係唔知道。不如嗰日喺 Central World 見到一間，我覺得平，影完相擺在，啲人話原來香港仲平喎，咁真係係啦，即係買呢啲名牌二手嘢，大家都要慢慢睇清楚、了解清楚先好買。一般人總會覺得講到二手名牌錶咧 ，Central World 裏邊係最多，但其實更加多咧就係呢個場，呢個場裏邊嘅檔口鋪頭係多過 Central World 嘅。都係嗰句，呢度所賣嘅，我覺得應該九成、應該十成都係正版貨，唔係冒牌貨嚟嘅。要買冒牌貨就去其他嗰啲商場啦。呢度應該係上得過嘅。其實呢個場咧，地下到樓上咧，全部都係賣 vintage 古舊嘢。咁除咗地下嗰層賣啲較為高級嘅二手錶嗰方面咧，樓上咧都有啲嘅燈飾啊，一啲嘅日用品啊，同埋玩具嘅。咁我上嚟樓上嗰層睇睇。喜歡 vintage 古舊嘢嘅你咧，咁其實呢度都值得行下睇下噶。俾翻前面個 shot 打睇下先啦。咦？唔去嘅，咁多下，係啦，去啦。我哋又向前睇睇啦，有啲珠耳繩嘅店啦，亦都有啲佛牌嘅店啦。等我揾啲舊舊地嘅嘢俾大家睇下先得。二手玩具店，二手嘅日本玩具店有 V3 嘅紙袋，這個我喺日本網站都見過有。呢啲亦都係 vintage 古舊嘅玩具同精品。呢部電視又夠古舊啦，仲有電光科學人啊，見唔見到啊？喺上邊啊！講到古舊嘢，梗係唔少得黑膠碟啦。呢間鋪頭就有黑膠碟發售啦，有仙樂飄飄處處聞添啊！一眾黑膠碟粉絲咧都可以嚟呢度揀嚟睇下，亦都有唱盤賣添噃。黑膠碟，我香港個倉都仲有好多。知唔知咩叫白板碟啊？下次攞翻俾等大家睇下。泰國曼谷商場多多，但係講到話成個場每層樓都係賣啲 vintage 古舊嘅嘢咧，就真係只此一家，即係得呢一度先係咁樣。
咁頭先見到有啲係賣佛牌嘅，佛牌有啲係新新地，有啲係舊嘅。咁甚至乎一啲嘅擺設啊，各方面啊，有啲就仿古，有啲係真古。咁就樣樣都有啲啦。咁尤其是有一啲嘅書啊，或者一啲嘅模型啊，咁嗰啲就真係你話無價寶咩？又得。你話唔識欣賞也可以。行到攰咧，仲可以做個腳底按摩。價錢咧，大概係45分鐘200匹，60分鐘250匹，都 OK 噃。最緊要有冷氣啊嘛。跟住呢一個就有啲人會鍾意，有啲人會驚 BB 仔玩具專門店，當然係古舊產品啦。哇！呢度啲黑膠碟100匹一隻，係100匹一隻，哈哈！真係平到你唔信，真係超平，100匹一隻。好啦，跟住我哋上三樓睇睇，作地氈式搜索。三樓亦都係古舊，不過係衣服啊，即係所謂嘅古著啦，二手古著啦。上次我喺度見到一件詹士邦嘅 T 恤，猶豫不決冇買到，之後第二次再嚟就揾唔翻啦。究竟今日會唔會揾得到呢？本來咧呢一層主要咧係二手古著，但係睇下睇下有間鋪頭，哇！我 like 啊，當然係一啲嘅玩具啦，日本嘅古舊玩具啊，有部分都好正添噃。大家睇睇啦，喂，呢幾盒都真係正豆喎，仲有啲鐵皮公仔，猶如好似去咗中野咁樣，又有蒙面超人嘅旋風號。也有蝙蝠俠的車，這個真的值得發掘一下噃。哇！這一系列的車真的不說得少啊，在日本可能未必找得到啊。那究竟價值如何呢？哎呀，東主又起，今天關鋪入不到去，問不到添，真的可惜啊。不要緊，下次再來過，下次再問過。日本 JAL 航空公司的旅行袋相當難找了，已經仲有這些古著。講開又講，扎到扎 Wiki Market 即是 JJ Market 裡面呢，也都有幾個 section 是賣這些二手衫褲的，但是呢起碼那裡就沒有冷氣，走得辛苦。這裡呢就有冷氣噃，有冷氣走得舒服，還可以慢慢揀，而且也都有不用付錢的廁所給你用。100匹一件西裝，真是便宜到笑，真是笑，便宜到笑。怪不得這麼多年輕人走來走，剛才剛剛撞到一對來自新加坡的夫婦，他們都說這裡很正，他說這裡很多 vintage 東西，新加坡都沒那麼多。是啊，我就慢慢走，他說已經走了幾個小時了。咦，還有這些古舊相機喎，是啊，古舊相機，哇，很 vintage 啊。這部不是我的 Mirai 咯，是啊， Mirai 啊，是啊， Olympus 的 Mirai， 那時陪伴我行走江湖，去過紐約，又去過阿姆斯特丹，米拉爾啊！哇，呢啲卡片型嘅相機，喂唔平啊，大佬，過18000萬，15000幾。我諗呢個係編號嚟嘅啫，唔係價錢嚟嘅，一定唔會價錢咯，係咯。呢啲 Sony 卡片型嘅相機，哇，真係無數回憶啊！再慢慢睇先得。嗱，我就唔係相機嘅專才啊，咁但係見到呢啲懷舊古舊嘢咧，都會覺得有啲嫌棄談添，係啊，
拎住佢上手，都引來現時目光，大家都中意嘅。呢啲相機套曾幾何時，大家有冇試過遺留咗個相機套啊？出去影嘢掛住影嘢，結果遺留咗個相機套。哇！全部都是一啲嘅歷史遺跡，多到不得了。想不到在這個場，因為這個場我已經很久沒有再來過了，不是，那個grammar有點錯，已經很久沒有來過了，這樣，所以呢，都之前，沒有這一part的，現在見到覺得，哇，心花怒放。還有閃燈，冇錯，閃燈有相機一定要有閃燈嘅啦。咦，我又唔覺意見到一啲嘢喎，係咩啊？各位觀眾，咦，錄影機喎，哇！呢部機1299，當年陪住我周圍走，拍睇真啲，今日睇真啲就全憑呢啲機嘅啦。我屋企仲有啲 DV 帶，知唔知咩叫 DV 帶啊？哇！喂，呢部機靚仔啊，呢部仲靚啊！哇，呢啲機，呢啲 DV 機，嗰陣時一機走天涯。哇，呢部仲正啊，呢部哇999啊，呢部喂真好型喎！哇，呢部嗰陣時就係唔知啊劉德華定邊個出席香港電影金像獎，第一次拿住呢部機。是啦，引來全場目光，亦都有記者拍了它，就是這部啦 ，ViewCam 啊，係啊，就叫 ViewCam 啊。套用我以前成日講嘅説話，喂，買翻去擺都好啊，咁獨特嚇，錢嚟喎，但係999喎，誰是兇手喎？1299喎，平到咁，係咯，唔好買住，仲有好多嘢要睇，忍住先啊，胡生。嗱，跟住。後面呢啲也有啦，跟住仲有嘅就係大發現就係黑膠碟啦，哇！咁多黑膠碟，我見到 BOND 唔係 Bond 啊嘛，我唔係係 BAND 先啦，唔係 James Bond。你睇下幾多黑膠碟，哇！多到啲外國遊客都好興奮喺度直播話俾屋企朋友聽，仲要係日本版喎。哇！畢業生喎，會唔會係中村雅俊啊？太多啦！咦？哇！真係好多喎，仲好新下添噃。呢啲咧真係要驗屍咁驗，你先會揾到啲好嘢咯。多到多到，會唔會有嗰啲日本動漫嘅黑膠碟咧？有都唔出奇喎。但係呢個真係以前先咁嚴啦！咦，見到個好朋友就係艾曼紐啦，你識得佢嘛？係啊，呢扎應該係山出嚟啦，又有教父添，應該都會有詹士邦，但係真係要花時間慢慢揾先啦。Ram 啊 ，Caris Whisper 日本版，咁我知佢哋貨源嚟自邊度啊？之前曾經介紹過有個地方是買啲日本版的唱片，那個老闆有很多很多的貨，咁呢度應該係屬於佢嘅。哇！咦 ，Sting Alive Sting Alive，Sting Alive， 哇！呢一 part 我都已經講咗咁多，仲有其他要上去揾嘅喎，老友。哇！好多好多，好多好多。我估係一定會有啲動漫嘅，日本動漫嘅一定會有。呢度仲有一張當年泰國版《King Kong》大電影嘅海報裱起咗嘅，仲見到百事可樂贊助嘅 logo， 係咪又充滿個 vintage 嘅感覺呢？啲人成日講話，我嘅觀眾群主要係一啲年紀大嘅朋友。咁如果係嘅話，呢條片咪啱大家咯。呢個《龍爭虎鬥》喎，泰文版喎，阿 W 會長你要唔要啊？你要我買俾你啊？
跟住仲有，咦，蒙面超人？哇，呢个我唔识喎，呢个几多号啊？系 Super X 定咩啊？喂，呢个我都未见过。呢一层楼里边咧，仲有嘢饮，有嘢食，睇得两睇我啲肚饿。但系，你知道我工作狂嘅咧，咁继续拍埋先啦，系咯，系咯，食迟一阵冇事嘅。咦，仲有剪头发喎，剪头发应该唔系二手噶啦，系一手噶啦。得一位師傅，得一張凳，一人上路，唔係一人剪髮店。我哋繼續睇啲古著嘅部分啊！呢度啲古著真係多到不得了，哇！家廉物美啊！但係始終都有啲人驚驚地覺得，喂，泰國古著會唔會唔乾淨，帶一隻唔知咩翻嚟啊咁咯。咁都係嗰句啦，講咗好多好多好多次嘅。咁你去即係旅員宿買嗰啲古著，其實有唔少都係嚟自泰國嘅。好多日本人都係嚟泰國呢度攞貨。咁去到日本員宿就香啲嘅，喺依度買就見鬼嘅。咁係咯，咁大家諗諗啦，真係多到啊！唔係賣古舊嘢，大家值得提下，就係賣死人頭，冇錯，一個二個死人頭、死人手，係啊，個主題幾獨特噶，死人頭、死人手，仲嚟埋啲腸添，真係 amazing 太靚。行下行下咧，真係好有呢個原宿嘅感覺，又有啲二手鞋，跟住有二手衫，樣樣都有啲啊。不過就唔需要行完一間鋪頭行入去上樓，又或者落樓落翻嚟，依度咧就直頭一條龍服務，一條直路，兩旁都係依啲嘅 vintage 嘅衣服。喺度如果講少少預告俾大家聽啦，江湖傳聞啊 ，Job Fair 啊喺北欖郊嗰度咧年底就可能冇啦。咁唔係話執笠喎，而係咧佢哋已經買咗地咧，就喺附近咧就會起一棟咧室外與室內嘅 vintage 嘅商場。咁主打係賣 vintage 嘢嘅咁樣，咁都係嗰、那個嗰、那個胡鬚佬㗎啦嚇咁樣。咁但係好啦，咁如果咁講，喂類似嘅商場賣 vintage 嘅已經有㗎啦喎。咁同埋咁有規模，佢哋基本上係全部所有嘅店鋪都敷曬，唔係話十室九空，即係有啲就執咗未開咁，唔係咁，係全部咧係敷曬㗎。咁你如果你Job Fair 開個新嘅類似嘅咁樣，咁何來揾咁多人走入去開檔呢？咁有過咁多嘅店員嘅店鋪呢？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啊！不過呢個係佢問題，唔關事啊！咁到時開咗都一定會去採訪一下，影俾大家睇嘅。好啦，我哋又再上多一層樓睇睇，唔需要多講，上面依然都係賣一啲嘅 vintage。古舊嘅物品，究竟呢度所賣嘅係乜嘢居多呢？雜架攤啊，類似小販攤檔咁樣，呢、這個就唔係鋪頭啦，係雜架攤啊。咁當然真真正正古舊也有，好似依啲相機啦、菲林都有喎、啊。哇！童年回憶翻曬嚟。亦都有啲一手嘅，舉例呢啲食物，食物咪一手嘅咯。咁部分嘅衫應該都係一手嘅，但我記得呢度好似有一兩檔係賣啲古舊衣服，都幾有名嘅。繼續尋找俾大家睇下先得。哇！呢檔不能不介紹啦，一路以嚟大家都知道啦。泰國電影院總會咧趁電影推出之際推出唔同嘅爆谷盒，咁有好多咧都真係哗一聲嘅。咁小弟曾幾何時咧都收藏過，但係而家已經無力玩、無力收藏啦。咁呢度咧就全部一次過曬你攤咁滯。喂，哆啦 A 夢也有，蜘蛛俠、鹹蛋超人、蒙面超人啊，呢兩個我都有，高達、黑武士。仲有 Batman 呢個我係錯過咗，我冇買到嘅，全部都係喺呢一度揾得翻。哇！仲有時光機，係啊，都可以喺度揾到。
勁啊！咁我會唔會買翻我冇買到嘅嗰個蝙蝠俠頭咧？算啦，睇咗當買咗，繼續上路。咦，買翻條胎好喎，二手胎，買二手胎。其實屋企都有好多胎，大家冇乜見過我打胎，我啲胎多到不得了，都冇幾好打。二手黑膠碟剛才介紹過，呢度咧有大量嘅二手劇聲帶，但以泰文歌居多，亦都有啲嘅電影海報。哇！重慶森林嘅，係35,000匹啦，定5,000匹？前面有個 S 咧，死啦！我睇唔清楚添，冇理由30,000+啩。跟住隔離呢一檔咧，亦都有啲仿古嘅電影海報，有日本嘅，亦都有外國嘅。我見過有蒙面超人，亦都有詹姆士邦。喂，包公嘅都有喎，係啊，包公洗衣粉嘅海報，以前嘅汽水海報，呢度全部都係唔係原裝嘅，係 reproduction， 但係都 OK 嘅。跟住再上樓上嗰層睇睇，樓上嗰層咧，之前嚟嗰陣咧，因為疫情同埋疫情啱啱好翻，所以樓上嗰層咧冇乜點開。咁但係而家咯，眼見好似開曬咁滯，咁咪要睇下啦。咁話時話，其實頭先咧有少少發現，不過始終撳住自己冇買到，點解啊咁啊？見到啲咩咧？我就係見到有3盒 VHS 錄影帶，係鐵金剛電影，係泰文版嘅咁樣。咁、那個海報設計上咧係同原裝嘅一樣，只不過就多咗泰文字。好老實講，買翻係唔會睇，即係我嚟擺嘅咁樣。諗下諗下，儘管可能會好平，但係算啦，真係無謂再嘥啲地方去擺嘅，係咯。咁當然，如果佢嗰、那個錄影帶嗰個封面設計係哇與眾不同，咁梗係要買啦。咁但係只不過係一般原裝設計加咗泰文字，咁就算啦，輕輕放過去啦。好嗱，而家行緊咧就係樓上新開嘅一層啦，依然都係賣啲古舊嘢啦。咦，前面仲有名牌手袋噃，見到嘛？有呢啲名牌手袋啊，100% original 啊！地下就賣名牌靚錶，樓上就賣啲名牌手袋。呢、這個場真係冇得輸啊！咁啊 ，Job Fair 佢嗰個新嘅計劃，關於嗰個全部都係賣 Vintage 嘅商場，究竟可唔可以戰勝呢度咧？係咯，呢、這個真係拭目以待啦。除了啱大人太太們的名牌手袋，呢度原來仲有格仔鋪喎，賣一啲嘅玩具喎。係啊，格仔鋪玩具，咦有鹹蛋超人喎，喂，超人們你好嘛？睇下先得。好像去了中野乜得拉夾咁樣，全部都係依啲嘅膠公仔。估唔到呢度咁多嘢睇。哇哇哇！格仔鋪嘅範圍唔細喎，原來好多個鋪位喎。剛才見到有蝙蝠俠啦，也有呢啲啦。亦都有哆啦 A 夢啦，呢個應該都唔係格仔鋪咁簡單。格仔鋪係咯，係一個超級格仔鋪。你噏得出嘅玩具人物，甚至乎汽車都有，真係款式良多。有鹹蛋超人當然會有蒙面超人啦，蒙面超人都可以喺度揾到。跟住仲有其他動漫人物，不過依全部咧都係新嘢，就唔係舊嘢嚟嘅，就唔係 vintage， 係屬於新玩具啦。
上電視啊！咦，有007喎，《License to Kill》嘅雷射影碟，我最憎呢一套。樓上呢一層依然係好多嘢睇，好多嘢買，真係睇見都開心。頭先又見到有一啲嘅貨品 T 恤同鞋，我真係有啲想買，不過唉算啦，係啦，睇咗當買咗，影咗當買咗。不斷連續係咁睇咁多依啲貨品，唔知道大家厭唔厭呢？咁再上一層，樓上呢層咧，真係第一次上去啦。之前咧係冇開嘅，而家開咗，究竟我係做乜呢？我估計係 food court， 因為我聞到啲食物嘅味道。冇錯，各位觀眾，係一個 food court， 係啦，佔地相當之大嘅 food court， 有冷氣嘅 food court， 真係好多嘢食噃。但是我有時有啲尷尬嘅，就係一個人拍嘢，一個人係啦喺 food court 食嘢，跟住你買完嘢，跟住又要揾位坐，然之後跟住個位可能俾人坐咗。既然係咁，我都係選擇留下啲餐廳。對於我嚟講，食嘢唔重要，買嘢拍嘢先重要。喺呢度有啲懷舊玩具噃。除了玩具，亦都有啲嘅擺設。所以話咧，呢度由地下門口至到上到嚟 food court 嗰層都係同食有關，唔係都係 vintage 嘢。喂，呢個 Star Wars 嘅杯。我未見過噃，亦都有麥當勞嘅紀念杯，不過呢個就唔值得我真係花錢買咯。好啦，今日胡慧聰要為公為私，為公者就係為咗大家去拍片啦，為私者係為咗自己嘅一己私欲去揾啲 vintage 嘢嘅呢一條片咧，就終於完成啦咁樣。喺最上嗰呢一層，咦唔係最上，仲有得再上喎。但係嗰一層就似乎未開啊。咁而呢一層咧，咁後邊咧主要就係 food court 啦，跟住都有啲嘅檔口仔啦。咁而其他呢啲部分咧，就係吉嘅。仲有好大嘅發展潛力，好大嘅發展空間，即係話呢度都未騰100% 滿曬之際咧，咁若然Joffrey 會開嗰一檔全新嘅，又有呢一個嘅室內也有室外，咁全部賣 vintage 嘅話，究竟會有幾 work 咧？咁 anyway 呢個係日後嘅事，日後先算啦，後日係點仲未知啊咁。咁我哋睇埋呢一邊啦，呢一邊咧有水晶燈，冇錯啦。但係咧係未有任何檔口嘅。咁睇到呢度咧，胡慧聰今日嘅報導又告一段落咯喎，希望大家喜歡啦。喜歡嘅話記得 share 啦、like 啦、訂閱同埋隔離嘅啷啷，咁你又唔會錯過每一條片啦。咁係時候落去揾啲嘢食啦，真係要落去食嘢啦。